如何在亲戚面前假装你很会弹琴啊？左手你就弹这几个音啊，西、升哆、升瑞啊，唱手调的话就是发嗦啦啊，右手你就乱弹黑键，你看就是一种中国风的感觉，你看，是吧？你也可以稍微乱刮一下，你看。 是吧？你看，在下面弹上去，弹下来都是对的啊，是吧？因为黑键的这几个音啊，都是一些啊宫商角徵羽，是吧？哆来咪嗦拉哆。你看，给两个音开始创作也可以，你看，就是两个音，是吧？就乱弹就可以了。 乱弹就可以啊，这就是一种即兴的技巧。想学的更多技巧，关注悦耳钢琴小慧老师。